来介绍我的上衣咯。基本上第一个我的上衣呢不用多说，有没有看到我们拍美美的照片，一大早就是大卖，两个颜色都非常大家非常喜欢哦，两个颜色都是亮色系，等一下妞妞会穿，好，妞妞会穿哦。好，我先来介绍蓝色好了，这个蓝色非常漂亮，它是有点宝蓝宝蓝的，它不是那一种很锐利很亮眼的宝蓝哦。那这还有什么特别呢？第一个颜色特别，第二个版型舒适，它是有点带棉麻的，所以呢这个可以穿蛮久，而且不分尺码，它是蛮基本款的。但是这一款有一个好处是它皱褶很多，所以即使你衣服没有烫不会觉得很皱，有没有觉得蛮厉害的？它的红，它的红其实很漂亮，就是佳节或是出去穿都非常非常显眼，你收到商品它的红不是那种阿灰大红就对了啦，反而是很有质感的。好，然后继续我们的上衣，这个上衣其实老实说没什么好介绍的啦，就是随便搭一件牛仔裤就非常非常好看，然后呢它也不会掉下来，就已经算瘦了，但是肉肉的也不用担心，你看它可以拉那么大。好，这一次这个松紧带做的真的是恰到好处，手呢也不会紧。好，所以总之呢它就是一件很厉害，我不用再多介绍它的事了。